看看今天的狗粮，这有一个大骨头给他们拿着。昨天晚上的客不多呀，就这点儿。行啊，我这掺到一起，道理就行了。这有排骨，还有肉，即时就给这些啊。少吃点吧，吃多了这养的胖的都不下蛋。不下蛋哈、啊，你再看看这狗这个，每天呢上山喂狗喂鸡，这是鸡食，这是狗食。哦，把小粘宝也得带上，在这里面等着呢，是不大宝吗？哎呀，来，呜、我看看，呀呀呀呀呀呀呀，好，走了，来。哽咽着，我也不知怎么向你问。看看这小狗上哪儿去了，干嘛呢？哎，是壮壮在这儿呢，就是壮壮。哎，都跑下来了，慢点慢点啊。哎呦天哪，慢点啊，这又是谁？虎妞黄，小黑在那儿呢哈。奶糖也跑下来了，这个狗狗啊太有灵性了，它能听出这个兵哥这个车的动静，一如既往的往上爬哈。我看呢，大骨头非得给你一个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还得给你一个？哎呦，好了好了，干干啥呀？啊、哦，下来了，来，虎妞，哎，小花，你干啥呢？哎，我下来，好、哦，好嘞好嘞，哎哎，吉祥，奶糖，嗯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哎呦，这一群狗子，哎，好嘞。这大骨头啊，给黄一个。小黄，去上一边啃去吧，去，来，你们过过来，来来上这了。这还有，给给给你给给，嘿嘿嘿，这还有一个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你去去给，好去，呀呀呀，好，谁啃都是啃哈、啊。这还有狗粮呢，这呢。来来来来，来来来，过来！这狗粮里面也有骨头，还有肉。给给了。嘿嘿，哎呀，说你是长那个小啊。哎，你就说你吧，小黑，这叫眼神吧，你瞅。嗯，小黑，黑，小黑，我再给你们几天的时间啊，都听着点，要是再不下蛋的话，我可就要炖鸡肉了啊，天天就这么喂你们，一个蛋都不下。听不听见？再不下蛋，吃鸡肉啊！ 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冰凌城下。每天的小日子啊，都是这样的忙活。收拾完狗，收拾完鸡，又开始收拾这个附近的卫生。你看看，打扫了差不多一个下午，里里外外呀、啊，也都归拢了一下。又把他们这个小狗窝啊收拾了收拾，你看看，小黑啊就在那里站着啊。那么这几个小狗狗呢，就在窝里老老实实的趴着。时间来到了五点半钟，刚刚啊，兵哥把这个狗窝给它挪到下面，但是我一直在这儿转呢，发现这个狗窝啊都没回来。如果说他们不回来这里住啊，还有点麻烦了，那还得让他上这个仓库住，因为马上啊，这个山庄这个露营地啊就要陆续开始施工了，所以说呢，这套房啊要恢复以前
这个以前本来就是一个仓库，这个呢是一个有炕的，有小炕桌的一个可以住的一个房间，那么这个呢是一个烧火做饭的房间。所以说我想啊，把狗啊，正好这个以前这个就是狗窝，我把狗屋门都挪下来，把这个库房啊给它腾出来。都在这儿等着呢哈。来，小黑换家了，来过来，来，好嘞，回那边去，去啊，走，回这边来住来，来。这是壮壮先进来了，哎，只要进来一个，这事儿就好办。燕姐今天下早班，是啊，简单吃个晚饭吧。这是拿的丸子，还有虾仁，还有嘎，还有嘎，来个海鲜一面。现在这是清水呀、啊、清水煮泡面，行，三鲜一面。没有三鲜一面，我们上学的时候打小就吃这个面长大的，是不是？小时候都没有。这个得来三包，要不这个颗面饼的颗数比较小。我等会儿干嚼一袋来。能吃了？小时候不就干嚼这玩意儿？你能吃了那么多吗？我吃半袋。来煮三袋吧，煮少这个少的不够。嗯。好吃吗？好吃。是以前那个味儿吗？还是就是以前那个味儿。好多年没吃。开锅了呀，下面条，是不是得先下嘎啊？嘎不行，先下面。先下面。面下完了，再下嘎，完了再扔虾滑。我手快洗干净了，我嫌弃呢，你又可以不吃。我不嫌弃。你可以吃。是方便面。极品。拿着会儿，要开锅了再扔嘎子去，拿开锅就好。少搁点盐哈。盐。再搁点鸡精。调鲜，好。够鲜了，其实。嗯。这嘎一放里啊，这味道就更好了。老鲜美，好啦，虾肉葱花香菜，哎呀，太好了，啊，吃饭。太香了。嗯，吃面咋还秃噜呢？秃噜吃面吗？我搁这块直接吐嘛。再来个鱼丸，虾丸这是哈。这虾丸挺鲜的，纯虾。还有这个嘎啊，是最提鲜的。现在真的生活条件好了，以前当兵的时候啊，搁鸭绿缸泡方便面，9毛钱一袋，当时。最开始不是7.5吗？我们当兵前是9毛。你比我贵2毛。忙碌了一天的工作也是终于结束了，狗子们呢也顺利的搬到了新窝，因为那个以前那个老窝呀也确实要有它新的用处。还好哈，狗子们呢我以为得适应2天呢，结果呢下午安排完了，
晚上就已经顺利的入住了。那么好了，亲爱的家人们，感谢您的关注，更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